Hello， 各位，今天这期视频来介绍一款很早期的猎游 Burden Tides， 这是一款 PC 端的 MOBA 类幻想海盗游戏。玩家需要组建或加入一支海盗队伍，和同伴一起探索岛屿，通过 PVP 对战来获得主导权。现在推出了测试版，支持免费体验。那要如何进入测试呢？首先要加入 Burden Tides 的 Discord， 选择里面的 Open Alpha 频道。有个下载链接就能下载 PC 版游戏了。游戏虽说是 MOBA 类，但它实际游戏更像是开放世界 MMO 以及地图寻宝类游戏。在这个基础上还引入了蛮多种新的游戏元素，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当然游戏也是有缺点的，由于地图太大并且还要 PVE PVP， 因此游戏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游玩的，可能更适合能组到队的玩家或者工作室小团体来深度游玩。还有就是社区很冷清啊，单条推特小几千的浏览量，在 GameFi 中并不算多啦。 DC 的 General 稍微有点气氛，但中文频道是真的冷清，看来确实是个外国团队做的项目了，中国社区的管理明显薄弱。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询问游戏是否能玩以及白名单作用的问题，也没有管理出面解答，白皮书的网站还打不开，所以这个游戏到底是否可玩，是否可以赚钱，在这里还要打上一个问号。那这期视频就这样咯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